嘉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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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嘉恒。喂，知道了。嘉恒，妈，趁热喝了吧。差不多了吧？什么差不多？已经一年了，我也恢复的差不多了。我想出去，请您不要再干涉我的自由了。我也是为了你好。你做的是心脏手术，不能做剧烈的运动，我怕病情再次复发。你们真的很喜欢安排我的人生。你说什么？我要出去。嘉恒，醒醒！啊，我想死你了。你这儿真是太远了，我来看你一趟真是太不容易了。星星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江江，怎么样，好不好看？这是我设计的第一条裙子，是你的幸运色。你要是穿上这条裙子，一定是整条街最靓的仔。对了，我给你唱首歌吧。你看，我还带了你最喜欢的吉他。这弦怎么断了一根？星星，肯定是安检的时候被碰坏了。星星，你别急啊，等我。老板娘，嗯，我还是要这个吧。好，我拿个新的给你。哦，对了，你有没有那个 Martin 木吉他的琴弦？好，我帮你查一下。乐器店还有保安，很高级啊。你好，老板，请问有 Martin 木吉他琴弦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最后一套琴弦刚被这位先生买了。啊？老板，真的最后一套了吗？真的，不好意思啊。不用找了。啊！这位兄弟，咱商量一下呗，能不能把这套琴弦让给我？这套琴弦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我已经跑了好几家店了，我都没找到它，能不能把这套琴弦？不行。啊！这样吧，我给你200。200让给我，行不行？200，手放开。不是，400，400总行了吧？600，600很多了，真不能再多了，求求你了，帅哥，商量一下，商量一下，好吧？不是，哎，我，啊，这位大哥，咱商量商量，我是从中国重庆来看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的。这套琴弦对他来说真的很有意义。这样吧，我不需要一整套，一根就行。让开。
考虑考虑嘛，600块，600块已经很多了啊。跟上。星星，你不要生气啊！我知道，这不是你平时用的那个琴弦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碰到了一个新加坡木瓜脸，他连根琴弦都不肯让给我，他凶我，简直就是个变态。星星，我要走了，这把吉他就留给你吧。在天堂，你要写出更多更好听的歌哦。兄弟，你至于从墓地偷一把吉他吗？吓死我了！我说了多少次，是借，不是偷。这把吉他跟我梦到的那一把一模一样，我需要它来寻找答案。你找什么？你又不会弹吉他，开玩笑吧你？你不明白的。随你，来，干杯。Party已经准备好了，嗯，兄弟，今天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。Let's go。什么惊喜？走，去了就知道了。走了。那我的吉他呢？让他们拿。走了啊。她就是我梦中的那个女孩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是谁？这个木瓜脸怎么了？她不会是个变态吧？先生女士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？退房。是一起结还是分开结？分开结。我又不认识你，凭什么一起结？就当做是昨晚的赔罪吧。哼，
你不提还好点儿。昨天晚上的事是用钱就能解决的吗？我很抱歉。现在抱歉有什么用？昨天晚上折腾我一晚上没睡着，你们折磨的不只是我的身体，还有我的灵魂。笑什么？不是，我跟他，不是，你们误会了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。说，还是我结吧。我不要，干嘛一起？要不就一起结吧。必须一起结了。Sorry。吴冠霖，一个大男人，是不是经常出门不带钱？第一次。你打算怎么还我钱啊？跟我回家，取给你。跟你回家，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对我怎么样？啊？手机。那，回家取了钱，立马转账给我，不然小心我报警。哦，转账之前不准把我删了，不然我要你好看啊！很凶的。我说，兄弟。你这位漂亮的国际友人应该是被你得罪了。这不就是我梦中的房子吗？送我去个地方。你们的房间是906。你好，你好。电梯在右边。谢谢。谢谢。于小姐，您的入住手续已经办好了，803号房，右边走就是电梯。谢谢。不客气。Mr. Luo， 欢迎来到 Mr. Panda Dream World。无聊。哎，哎，哎，干嘛？有意思吗？你有意思吗？兄弟，自打你手术之后，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。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总得庆祝庆祝吧？啊？我不喜欢这些。那你喜欢回家跟你妈、你姐待着吗？好不容易逃出他们的监视，还不放松一下？啊！来来，走了走，站这儿啊！洛 ，Are you ready？ Music。
怎么样，兄弟？你的重生周年 party 有创意吧？谢了，兄弟。哎，小事。哎，对了，我刚刚认识了一个姑娘，她说话特别快，哒哒哒哒哒哒哒的，我都听不清。你不是说是朋友聚吗？还有刚认识的。不是，是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喝多了，别说了别说了。802。经组委会讨论，一致决定取消瑞克集团设计师于笑笑的比赛资格，恢复包瑞设计师王泽的比赛资格。等一下，各位评委老师们，主持人，请大家给我几分钟的时间。虽然我被取消了比赛资格，但请最后给我一次机会。各位评委老师们，我们作为创作者，我们的每一份作品都是有生命的，需要我们投入100%的时间精力，而创作是需要灵感的，这份灵感或来源于生活，或来源于曾经我们每一天努力获取而来的知识。那么我想请问一下，来自波瑞的设计师王泽，你的这份设计稿，他的设计灵感是什么？那个，我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我开始想的是，既然你说不出来，那就由我来告诉大家。我的设计稿，它的灵感来源于世界神话传说中狐狸嫁女的故事，其表现形式为晴天下雨，衣服分为上下两个部分，上半结构为球状盘扣，象征着太阳。下半结构为条状流苏，象征着雨点，寓意着神明的馈赠和大自然的奥秘。王泽设计师，我决定恢复一下设计灵感。
跳不错。下面经组委会一致同意恢复于笑笑比赛资格。Yes。你是没看到今天那个场面，那真是太刺激了，就跟拍电影似的。这么厉害？那当然了。今天那个叫什么王泽那个设计师，头上气得直冒烟，就跟这包子似的。还有那个对面那个什么老板，气得直接走了，估计是觉得太丢人了吧。哎，吃包子怎么能不蘸醋呢？不蘸醋是没有灵魂的。来，今天啊，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，一个下午那跌宕起伏的，那就跟那蹦极似的，紧张刺激的呀，坚持了，感谢老天爷，我这运气真是。你这不是运气，是你有才华。说实话，你这次的设计真的很不错。木瓜脸，谢谢你啊，我这次的灵感还多亏了你，你就是我的最强辅助，你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指引我走向人生巅峰。不过这一次我们去图书馆可以找到能够帮上你的书，真的很开心。啥也不说了，干一个。来，干。真羡慕你啊，跟你哥的感情这么好。你呢，木瓜脸，你就没什么兄弟姐妹？没有。嗨，没有也挺好，起码不会被自己亲哥克。喂，嗯，要不要吃冰淇淋？要不要一起跳舞？跳舞？带你体验一下退休生活。走，让我靠近你，隔着山和海的距离，这一步跨过去，我不行走不到天明。让我拥抱你，品尝所谓爱的意义。我手劲有点大，不过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对我怎么样？你这一大早的就忘了昨晚发生什么事了？嗯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回去了吗？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星星是谁啊？是啊。好，那我今天就告诉你。那也不用喝这么多啊。你知道吗？
之前就是在这间房间里，无论我碰到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事情，都会在这儿一醉方休到天亮的。晚上喝太多了，我要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你忘了就好啊。没什么，至少我更了解你了。陆嘉恒，给我出来！完了完了，五哥，你先去稳住他，我去洗把脸。哦。于先生，你要不要起来说话？给我出来！你干嘛？龟儿子，你把我妹藏哪儿了？藏哪儿了？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给解释的。解释你妹，我妹呢？我妹？你妹？你妹？啊啊！你们新加坡有这么骂人的吗？你敢骂我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哥，住手！这事跟他没关系，是我自己非要来这睡的。睡了？不，你个龟儿子，你这么小就睡了？啊？啊，这个伤肯定是小小不从的时候他打的。行，你行，可我今天不宰了你！住手！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跟他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啊，于小姐。我担心你一晚上也替他说话，我是你哥吗？我不管，过来，给我说清楚。什么说清楚啊？这就是个误会。误会什么？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啊！你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。放开他！还有谁？有什么事跟我说，别冲我弟弟。嘉恒，你脸怎么了？啊，嘉恒，啊，嗯，嘉恒，我们好久不见了。既然那么久没见了，你找我干嘛？你是我弟弟，你觉得发生这么多事情，我能不担心你吗？我想你搞错了吧？你不是我姐，而且你担心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我担心的一直是你。从小到大，我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，在我眼里，你只是骆总。嘉恒，二位不好意思打扰一下。你好，啊，你是嘉恒的姐姐吧？我叫余威，我是笑笑的哥哥。你看咱们这么有缘分，要不要加个联系方式啊？你是不是有完没完？真的，有些话我想单独跟你聊聊，也是妈妈想要跟你说的。这孩子大了不好管是吧？我是这儿的房东，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好不好？我呢，没事可以替你照顾他，替你管管他，好吧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哎，没事常联系啊，我叫余威，威风凛凛的威啊。有什么事你快点说吧，我还得回公司呢。那个女孩。你喜欢他？谁？于笑笑。我喜不喜欢他，和你没有关系吧？
我是想说，他不适合你。他适不适合我，也和你没有关系吧？可以跟我没有关系，但是你自己一声不响地跑到重庆，手机也联系不上，你知道妈妈有多担心你吗？你有考虑过她的感受吗？嘉恒，妈妈想让你回去，跟应心一起回新加坡。我知道她想要什么，但是我有自己想过的生活。你不要跟妈妈对着干，她是为了你好。现在集团遇到了危机，我跟妈妈都需要你。谢了，但我不需要。还有，我跟我妈的事情不需要一个外人来插手。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你就是一直不肯接受我呢？你自己应该很清楚，当初鼎盛集团的协议我是不同意的，而你呢，今天这局面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，你应该很满意。骆总，嘉恒，我说过，只要集团里面有你一天，我就不会回去的。只要你肯回来，我可以离开。但是现在，即使你不在，我也是不会回去的。家里的事情你真的不在意了吗？你跟妈说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还有，离笑笑远一点。怎么在这儿？笑笑，你的衣服！骆嘉恒，你在做什么？我这就是你接近我的目的，对吗？不是的，这真的不是我做的，你要相信我。是我，就是因为太相信你了。因为相信你，所以我的设计稿才会被偷；因为相信你，我的衣服才会被毁。笑笑，你冷静一点。陆嘉和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你真是太卑鄙，太无耻了！你凭什么骂他？笑笑，你们俩怎么了？我们 Boring 的副总裁还轮不到你来教。叶永新，笑笑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不希望你这么说他。笑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所有的心血都被他毁了。不是的，我进来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子了，真的不是我。我相信嘉恒，他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。哼，你相信？一唱一和的，你们俩还真般配啊！你们 Boris 自己做了什么龌龊事，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之前就抄袭笑笑的作品，现在为了拿到压轴的番位，又在这演戏是吧？你有完没完？你能不能你什么你人赃俱获，有脸做没脸承认啊？等一下，大家都先冷静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个事情捋一捋。笑笑，于笑笑，压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袁总，
抓紧时间啊，下一场是你们的，现场都 hold 不住了。我知道。袁总，出了点状况。什么情况？袁总，是干嘛呢？玩呢？玩我呢？这破衣服怎么上啊？怎么搞的？啊！算了算了，有预案没有？有。有什么？给我10分钟，马上搞定。几点了？没时间了。我也帮不了你。戴总，压轴作品用你们公司的吧。行，没问题。压轴作品用 Bori 公司的，他们公司的作品名字叫……戴总，你们公司的作品名字叫什么？鲸鱼的四次重生。鲸鱼的四次重生？对。哎，罗家恒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笑笑，你放手！笑笑，笑笑，家恒。笑笑，昨天晚上的事情，我想和你聊聊。多久？我腰疼。别动，我气还没消呢。你说你们小两口吵架，吃个饭看个电影得了，是不是？你俩吵架，你别折腾你哥呀。以为你神经病吧？谁跟那小两口？妹妹，你要注意一下国际影响。再说了，我还等着他给我投资麻将馆呢。你为了你哥，你是不是？你说什么？你问骆家恒要投资了？哎呀，不是，我这跑龙套的也没什么收入，我这不是想搞个副业吗？余威，你神经病吧？老余家脸都被你丢光了。你先别生气，你听我说，你俩这不是好了吗？他呢还有个姐姐，咱们这以后啊就是一家人了。我谁跟他一家人了？要过，你跟他过去。不是，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嘛。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？我想静静。静静又是哪个男的？哥，几百年前的老梗了，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会儿行不行？那你慢慢想你的静静吧。我去想我的新鲜了。陆嘉恒。
你做这么多，就是为了毁掉我吗？谁呀？早，伟哥。我说我怎么右眼皮一直跳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笑笑。我是不是多少年前就跟你说过，离我们家远点？你怎么还来呀？我，那个笑笑在不在？不在。谁啊？哎，笑笑，我。怎么是你啊，师兄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昨天看你走得着急，后面压轴作品也换了。就很担心你，所以我想来。所以什么呀？谁是所以？所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哥，你什么态度啊？师兄，我没事，这段时间谢谢你啊，一直帮我。你没事就好，只要你有需要，我都在。嗨，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，要不师兄你先撤。你不舒服啊？那你好好休息啊。明天我来接你上班。不用了吧，我，哎呦，我这肚子。师兄，拜拜。你怎么？我先去厕所了啊。哎，你没事，笑笑。哎，没事了。哎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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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笑笑，他走了，走了啊，走了。干什么？你没听见笑笑说吗？肚子疼，人有三斤，你懂不懂事儿啊？他肚子疼，我看一眼。走了，人家要上厕所啊，慢走不送。慢走啊！哎，走吧。哦，嘉恒，嘉恒，嘉恒，你怎么了？嘉恒，嘉恒，你醒醒啊，嘉恒！嘉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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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病人家属不能进，哎，家属不能进，不是，家属不能进啊！医生，我求求你一定要救他回来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好不好？病人家属请保持安静，我们一定会尽力的。好，谢谢。你要挺过来啊，笑笑，咱们先去休息吧。笑笑，咱们在这站着也没用，走，笑笑。这是怎么了？刚刚明明还好好的，怎么忽然就……嘉恒心脏不好，但你放心，医生在，肯定会没事的。他心脏不好，他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？他肯定是怕你担心，他太在乎你了。他一直有在吃药，放心吧。我先去给嘉恒姐姐打个电话，小心点啊，照顾好她。逻辑重音，咱们再明确一点，再强调一点吧，抓住台词内在的感觉，明白吧？因为这个时候，这个角色他现在内心是非常纠结的，就是他很复杂，很纠结，有矛盾。嘉欣姐，而且就是这儿吗？非常复杂的感情，咱们先别进去。然后再留意一下台词里面内在，不要光说台词，说里面的意思。姐，嗯，就算是项目邀请函，也得您亲自来。而且还有一个点，这里的调度一定要记住。正好有时间，这个时候顺便来看看他彩排怎么样。面对面，你要跟他就在这等他出来吧。因为你要记住，你的身份是嘉欣姐少爷，
这个时候你的秘密被发现了，但是你要为了你的感情去跟你的父亲跟全市对抗。喂，嘉欣姐，你在干嘛呀？你快来趟医院。嘉恒晕倒了，你赶快来。嘉恒，嘉恒出什么事了？一句两句说不清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瑞塔，嘉恒出事在医院，我得赶紧过去。等他彩排完，你把东西给他。等会儿啊，导演。嗯，好。陆大美女，你这来看我排练，应该跟我打声招呼呀。我是来给你送东西的，瑞塔，把东西给于先生。被风吹过的夏天。哎，洛大美女，我在拍雷雨呢，你再多待一会儿呗。我现在有急事，那个你看完之后给我打电话行吗？瑞塔，我于威。哎，导演，我们把后面词走一遍。哎，来了。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吧，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，好不好？笑笑，星星的吉他是你给嘉恒的吗？我在新加坡买琴弦的时候碰上了嘉恒，然后我把吉他放在了星星的墓碑前。那他就拿走了，应该是吧。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为了靠近你，跟你搭讪？他没有那样做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凤鸣，你说嘉恒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医生都说没事了，你别担心了。哦，吉他和相机都在秘密基地，你拿回家吧。电话打通了吗？打通了，嘉欣姐说一会儿过来。我买了点水果。哦。应熙，富明，你们先回去吧，这里有我呢。你自己能行吗？放心吧，我想陪陪他。那我们就先回去了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我其实早就原谅你了，你都没发现，对不对？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就已经原谅你了。是我太矫情，是我太过分。你明明对我很包容，我却还是这样。所以，你用生病惩罚我，对不对？嘉恒。嘉欣姐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给你倒杯水吧。啊，不用不用，医生怎么说的？医生说他突发心梗，不过病情已经稳定下来了，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只是睡着了。他主治医生是谁啊？我去找他问问吧。姐，检查报告说明天上班才有，已经这么晚了，你要不先回去吧，这里有我呢。还是我留下来照顾我弟弟吧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姐，你放心吧，我只是想陪陪他，你要是不放心，明晚换你。行，那我就给他买份汤。
那个，你想吃点什么？我想吃小酥肉。哦，好。笑笑，啊，以前的事，对不起啊。还有，谢谢你照顾嘉恒。姐，都过去了。我饿了，我马上去买，你等我回来。骆嘉恒是吧？嗯，我是。感觉怎么样？还可以。你的检查报告出来了。我们可不可以去您办公室聊？好，跟我来吧。那小子人在哪儿呢？爸，您消消气。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？那边。爸，笑笑，于叔叔。爸，你别打！爸，罗嘉恒，你亲口跟我说的。你会好好照顾我们家笑笑一辈子，叔叔，你可能误会。误会什么？就差捉奸在床了。我亲眼看见你们两个进的房间，亏你还是笑笑的闺蜜啊！哥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快解释啊！你不都看到了吗？笑笑，不是这样的。笑笑，笑笑，咱们回家啊！咱们回家。笑笑，笑笑，你听我解释。回家。行了，你们两个给我记住了，从今往后离笑笑远一点。姐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于笑笑为什么会跟嘉恒分手？嘉恒在医院是不是说什么了？嘉恒跟我讲说，心脏手术的事情要保密，怕笑笑家人知道了以后不同意。保密？啊，就之前从马上摔下去以后做的那个心脏手术啊。失忆了？啊，没有。对了，他还说什么了？还说？没说什么了。啊，上一次洪医生来也是为了这个事情。
还给他开了一些药，还特意叮嘱他不要情绪过于激动，要稳定情绪。嘉恒总是控制不了自己。也是。我来不及了，我等会儿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就把我自己丢在这儿？今天这儿的项目你随便选，记在洛小姐的账上。那洛小姐等着我把你的卡刷爆吧。你呀，走了，走吧，拜拜，拜拜。你来了，你找我啊，林姨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？洛嘉恒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都站着半天了，你一句话也不说，你为什么这么伤害笑笑？对不起、啊、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你知道笑笑给我打了多少个电话吗？你为什么不让我接啊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我一直说不出口，是我利用了你，对不起。而且我希望你可以继续和我配合下去。我配合你什么呀？我心脏有问题，活不久了，或许我还剩十年，或许还剩五年。不是，你姐她知道这事吗？她当然知道了。我妈和我姐一直隐瞒我的病情，甚至连我药的包装都是换过的，就是不想影响我的心情，导致病情恶化。那你可以直接跟笑笑说呀，你为什么不告诉她呢？我当然不能跟笑笑说了，他知道了会多难过。你是笑笑的好朋友，你也不希望他难过吧？我明白了，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没错，我们是在一起了。你们两个怎么可能在一起？你们才见了几次面？林姨，我不希望你用不理智的方式做伤害自己的事。我们之间的误会，我跟你道歉。可不可以不要跟我开这样的玩笑？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可是你怀了袁一文的孩子，那个孩子已经没有了。这是不合逻辑啊，那个孩子怎么会没有了呢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你不用问了，与你无关。那你和洛嘉恒有事？他说他喜欢我，他又是恒星，你也知道恒星他是我一直以来的偶像，我没有理由拒绝恒星。好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嘉恒，他还在家等着我。再见。你怎么这么冲动就把工作辞了？我事情都办完了。笑笑，我已经到门口了，马上上来。我可没钱给你发工资啊。
林姨，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大福，你快试试。怎么，还要让我喂你吃啊？罗家恒，你们两个。哎，笑笑，你今天也在洛氏会所啊？林爷，你不是和我说嘉恒在家等你吗？这里也是洛家的地方。对，这是洛氏会所，所以你应该知道我今天在这拍摄吧？故意演出戏给我看。你想多了吧，笑笑，我们都已经分手了，我没有必要演什么戏给你看吧。罗家恒，你想逼着我离开，大可以直说，我于笑笑不是什么赖着不走的人。你故意演出戏看，你也用点心吧。你喜欢他吗？我要你亲口告诉我，你说啊。是，我是喜欢他。对不起，笑笑，我们已经是过去式了，你也应该放下。好。陆嘉禾，你是不是人？陆深，陆深，别拦着我。陆深，陆深，你要干什么？陆深，你为什么这么对于笑笑？你知不知道他因为你有多难过？你凭什么呀？你说啊。陆深，你也在啊？正好。我可以恭喜你，几天不见，你又吃回头草了。王八蛋！陆深，陆深，陆深，你看着我。陆家恒，都随你。走。你真行。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你们俩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姓骆的离于笑笑远一点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骆总，去看看嘉恒吧。陆深，我们走。林姨，嘉恒呢？他走了。你们呀，你好，先生，你要干嘛？嘘。这里的装修风格是我很喜欢的那种。是吗？还不错。请。谢谢。鬼鬼祟祟。东西我一会儿过来拿。好的，先生。今天准备好好休息吧。嗯，是啊。明天不用早起。先送你回房间吧。好，到了。嗯，那我先进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好。你怎么了？我有点头晕，给我倒杯水吧。哦，先进来吧。
哥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不就是拿个剧本吗？怎么这么慢？笑笑，你跟骆家恒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干嘛突然问这个？我看到骆家恒和林姨在酒店开房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是不是分手了？啊，这刚分手就去勾搭林姨，没有这样无缝衔接的吧？是余威吧？爸，把电话给我，我要跟他说话。不要吧？把电话给我。爸，余威，到底什么情况？你给我说清楚了。爸，您先消消气，您听我解释。你把事实的情况给我说清楚了。姐，笑笑和嘉恒又分手了。又分手了？为什么？好像是因为一把吉他，具体怎么着程风明也没跟我说清楚。哦对了，嘉恒搬走了你知道吗？这个我知道，现在正在酒店住呢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。哟，给姐姐开心的。哦，还有陆深从我这儿辞职了，说要帮于笑笑去开工作室。陆深跟于笑笑一起工作？嗯。怎么，你是赞同啊还是反对呢？怎么说呢，林姨最近出了些事情，住在酒店呢，她现在跟嘉恒走得很近，你说这两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这还没到吗？哦，可能堵车吧。哦，那我们要不要再叫一辆？哦。陆嘉恒，你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？我们不合适，不会有结果的。一句不合适就结束了？你不让应熙告诉我你动过心脏手术，是因为你知道那就是换心手术，不然你怎么会唱那首歌？偶然听到的。我不是个傻子，不像以前一样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。嘉恒，你为什么不先问问我呢？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我会离开你？笑笑，对不起，我。嘉恒，嘉恒，嘉恒，你别吓我！嘉恒，你醒醒！阿姨。在重庆害嘉恒晋级就是，还不够吗？啊，你现在又追到新加坡，你就是不能看他好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阿姨，我。阿姨，嘉恒他还没醒，您别气坏了自己。阿姨，是我的错，是我非要来见嘉恒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这是在害他。他只剩下不到十年的寿命，你却在这里惦记着自己的感情，你太自私了。真的只有不到十年了吗？病人家属在吗？医生，医生怎么样？病人情况很不好，请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。怎么了，医生？罗太太，你先别激动，我们只是整场流程，
患者是心梗，如果抢救时间太长，会导致大脑供血不足而缺氧，脑组织会产生不可逆的损伤，会变成植物人的。植物人？啊。你让洪医生跟我说。洪医生出差了，不在新加坡。我希望你赶快签字，不要影响我们抢救的工作。阿姨签了吧。你们放心，我们会尽全力的。不能有事。喂，妈妈。什么？嘉恒昏倒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妈，您别着急。我马上就去订票。啊，先这样，再见。瑞塔，帮我订今天最早的航班回新加坡。阿姨，喝点粥吧。没有胃口。嘉恒不会有事的，你就喝一口。你也来一碗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嘉恒不会怪你的，我也不会。嗯，别多想，阿姨就是这个脾气，啊。医生，怎么样？医生，抢救结束。病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，目前需要看麻醉效果结束之后，病人是否能够醒过来。什么意思？如果48小时内不能醒来，就会有生命危险，可能一辈子也醒不来。嘉恒，于笑笑，你给我站住！嘉恒。嘉恒，我是笑笑。嘉恒，嘉恒，我不允许你靠近嘉恒。陆阿姨，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他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他，我求求你了，阿姨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保证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。不行，我不会再让你见他的。嘉恒，你一定要扛过去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罗太太，需要你去办理一些其他手续。阿姨，你留在这陪嘉恒，我去。请。你小时候妈很忙，一直都是你姐姐照顾你。我没有像别的母亲一样，好好的陪着自己的孩子长大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都管着你，
约束着你。嘉恒，你不要下马。等你醒过来之后，你想做什么我都答应你，好吗？阿姨，事情办完了，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。不，我要留下来照顾他。他从小到大，我都没有好好的照顾他。你也一直都没有休息过。要是累生病了，嘉恒醒来之后跟谁说话呀？您就先回去休息一下吧，睡醒了之后再过来也行啊。这里有我。好，我先回去。如果有什么消息，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。阿姨，您放心。来，阿姨慢走。不要说我不够兄弟啊，你最好给我起来。进去吧，别坐这了，阿姨回家了，去吧。谢谢。我抓住你了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我都不走了。无论你醒还是不醒，我都留在这里，不走了，好不好？喂，爸。小小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爸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骆嘉恒现在这种情况，别说他妈妈不同意，我都不同意你继续跟他在一起。嘉恒没醒之前，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。那你就守着他，永远别回来了。对不起啊，爸。傻姑娘，爸爸没有那么不近人情的，爸爸只是不想让你像爸爸一样，用自己的后半辈子
去怀念你爱的那个人。爸爸多么希望自己的宝贝女儿能跟他爱的人好好的永远的在一起啊。你还记得吗？你很小的时候啊，就跟我说你想穿妈妈当年结婚的婚纱。那个时候啊，你还没有那件婚纱的裙摆高呢。你现在啊，已经出落成一名优秀的设计师了，爸爸为你感到骄傲，为你感到自豪。爸爸爱你。喜欢你的大手拉着我，叫蓝色的海。你知道吗？辽阔天，当我知道你的身体里是星星的心脏的时候，我甚至有一点开心。我觉得星星好像是换了一种方式守护在我们身边一样。可是现在我们还要再承受一次失去你的痛苦吗？唉，你肯定会醒过来的，肯定会醒过来。最后的灯火，永不枯萎的花朵。嘉豪，才能有你陪伴的。从一开始，你的姐姐阻止我们，到后来，你的妈妈、我的爸爸反对。从一开始我们相遇，到后来我们之间发生的所有误会，我们经历了太多，都是我于笑笑这辈子忘不掉的。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，我不会退缩的。就是做，我也要坐在你身边一辈子。你就好好躺着，你躺好，我就坐在这里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人家都是公主被王子守护的，怎么到了咱俩这里，变成王子被公主守护了？穆冠霖，喂，你不是说好要保护我的吗？你就是这样保护我的？陆嘉恒，我不允许你就这样一走了之，听到没有？我愿变成一颗恒星，守护海底的蜂蜜。It's magic, it's magic， 照亮你的心。To your eyes， 就有多远的距离？穿过人海，别停下来，趁现在还有期待。追向大海，不再回来。
你要是敢欺负笑笑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放心吧。今天我们汇聚在这里，为了于笑笑和骆嘉恒一对新人的婚礼。在这神圣的时刻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。骆嘉恒，你愿意接受于笑笑成为你未来的合法妻子，并承诺从今以后永远爱她，尊敬她，至死不渝？我愿意。于笑笑，你愿意接受骆嘉恒成为你未来的合法丈夫，从今以后始终爱他，尊敬他，至死不渝？我愿意。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彼此讲？笑笑，一直说我的生命也许只剩下十年。我想说的是，即使我只剩下3650天，我都要用每一天去爱你，保护你，呵护你，照顾你，让你的每一天都像你的名字一样充满着微笑。于笑笑，我爱你。嘉恒，本来我有好多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，但是现在我想对你说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成为我的丈夫，骆嘉恒，我爱你。我跟你说，嘉恒以后要是受欺负了，我可找你算账。关我什么事啊？去找我妹妹。她现在可不是你妹妹，她是我弟媳妇儿。那我是你什么人啊？请你们彼此交换戒指。亲吻对方了。太阳满何时，我的心明星，天使的梦里，你是我每个呼吸。我们结婚Ha ha ha!
件事想跟你说。你就说吧，神神秘秘的。那这个祝福我要送给你。给我啊？嗯，我希望你跟风鸣能永远在一起，要一直这么开心下去。那我可要好好努力努力了哟。那你可要好好表现啊。笑笑，要不我再给你拿一束，你把它送给啊。今天可是嘉恒的婚礼，差不多得了，别得寸进尺。哎呀，不要手捧花也可以，但我有个要求。你还提上要求了？说吧。我也要看海豚表演。什么要求吗？好，下次我们去的时候一定把你也带上。嗯，姐，笑笑，银溪，风鸣，不如我们一起把眼前这些气球都放飞了吧。好啊，走走走。不，准备好了吗？一二三。呜呜，穿过人海，别停下来，趁现在还有期待。